两位怎么又放空了？没错，就是你们。欢迎回来，现场第三节结束后 DJ 跟着球迷进行互动，哇，这次是有点勉强这位球迷朋友，如果要做一样的动作的话，这根本就是故意的，人家手受伤了还故意去照人家，符合这个夸的，对，很好。